天啦啦队成员林湘因活泼直率个性，在演艺圈拥有好人缘。然而日前他在社群发文写道，一直以来都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任务，只要井水不犯河水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好。但最近却发现林时在工作上毫无交集的朋友在背后对自己插刀议论，甚至发文影射，让他无奈的表示不明白自己一直专注做自己的事，也不曾伤害谁，为什么别人会这么恨自己。而知道对方真面目后，林湘不断思考，还是想不到与对方相处的过程中有何不妥，让他的情绪颇为低落。对此网友们纷纷留言安慰，认为他比别人优秀，对方是因为嫉妒才会这么做，这种人根本不能算是朋友，也不用去思考和浪费时间呢。